Hey guys, 今天我们要去那个 Bukit Gasing。 Bukit Gasing 在哪里？ Bukit Gasing 在 PJ。 我从这里去那边大概要一个小时多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哇哦、wow, OK。 你便宜的技术肯定啊。哦，哈哈哈，所以半个钟这么快，你们看到我像镇定还是美女？我们到那边了，再继续排了哈，再给你们看那边是这样子。到了 ，OK, let's go。怎样去？不知道。这个家来的哦，是山呢。Are you sure？ 你不觉得那个家很漂亮吗？我们要爬那个家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喂，有线的就怕你有分岔路了 left or right left or right 吧，有没有 back？ 我们下去啊，我们下去啊，破了是吗？破到头顶，那我要去小溪，小溪是谁？小溪。来，我们这样啦，一人决定一次啦，我们一走到分岔路就下一个人决定上还是下，左还是右。这次是高富帅开始。完了耶，想上。嗯，走。哎，国荣，国曼。搞不了，你走前面。受不了啊。分岔路。走快。哎。Right。当然是走。来喂。走上。走上。走吧。那我们走到什么分岔的都是上。我们没有热身啊，只是要停下来热身。已经热了，我已经满身汗了。那可以这样。你在这边做 push up 啦。OK。后面有人呢。真的、啊。嗯。要下去喝水嘛？下不到啊，太深了。水从哪里来？山上，或者是国龙的汗，国龙身上来的。很棒，又瘦肥瘦肥，很好玩的。那时候是很大的，它不用出来了。扁了哦，我只是要扁。哈哈哈！哈哈！视力低。这是什么、啊？这是小心呗。没有啊，小心应该要下嘛，刚才。我们到了吗？我都会先上啊。等下我们讲的要下了吗？不会，这是什么？走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很不会扔的。那当时你有什么呀？因为我为什么拍？为啥看那么远？拍了吧，我认识了两个。下老师，我就不是拍了。刚才是谁决定走这条路的？啊、我没有讲到话哎、欸。哇，哎，看我们看到蚊子。O M G， 超级大只啊，很多只哎、欸。Morning. Very big, yeah. Yeah, very big. 半一扎啊，比都云袋来填啊。哎呀，真是。Hello, Jan.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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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n. Hello
从这边进来的。他就讲不可能有动物会在那个水中间这样子，大家可能是人。对啊，就做不到。还有鲨鱼。鲨鱼呢？怎么那些人会在海上面？下一集迷路。To be continued。有人去爬山过后迷路，然后在水里面然后被救。不玩了。我们的 plan 是怎样？要出去往上走，还是要往下走，还是怎样？我们去那个捉星星那边啦。就是回去啊。哎呦，蚊子咬我哎，竟然！哎呦，几久没有给蚊子咬了哦。咬回它。你要走上面噻，你要先你上了。这里有水啊。不要担心，这里有水，这里有水。迷路就下回来的水，然后上回去。到了，到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很美啊，我们到平宁桥了。哇，我们走一下到平宁了。哦。哇。可以帮我们拍照吗？睡觉也要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个放过来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OK。OK， 谢谢。我的脚怎么？喏、你的脚怎么？你脚流血哦，我脚流血？嗯。哪里有？流血吗？不是。哎，这里。爬到脚流血了。爬了。你的电话抓得更红。谁在打功夫？听到吗？声音。504504在上面，是在上面，要到了，声音越来越大声。我们现在走着出去的路了，这么快，九点多不了哎。爬完以后，一个小时多吧，这里就完了。功夫，功夫，功夫，功夫。二，二，二，嘿，嘿，二。我不要比啊，好像输了。Finally， 小心啊！耶，我们没有迷路到嘞。我一个。来，我按剪刀石头布跳。来来来来。我脚折坏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跳啊！剪刀石头布。啊！好痛啊！转一圈呢，这边爬过去，爬上面的，看他，你看那个什么呀？要走路的哦，要走路的哦，哎呦，哎，马步，哎呦。没有进去爬嘞。脚折了了。如果这个我可以，我们比看谁最多次。不能了。不能的。拉架脚。其实
我给下单完。这里到这里。OK， 这样了没？抬脚。哦。我陪玩你啊。哎呀。什么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但是讲座。收进去。收进去里面。刚哥跟我们讲，我们很多地方没有去的，一个桥哦，它会摇的，只有一个人可以走的。我们没想那个，我们没有去到 Indian Temple， 那边可以看到很高的 view， 所以下次我觉得我们还要来去一下这个不同的地方来拍给你们看。OK， 海丁，我们的视频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过后就要去吃东西，然后就休息。出发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这是哪里？没事吧？啊，那么多人，不知道排多久哎。还有位置啊，我们只有五个位。四九啊。我要 order 这个 sour plum， 这个很够力，像又少什么？火力，哇，还有少那个火力哥，这里有火力。我看这里全部人都在 order 这个，这些人嘛，还有国人十块半。好，我的马丢回来，哇哦！哇，吃完了，yummy yummy。